预备，开始。聊斋喜剧系列。想呀想不到啊，想呀想不到啊，想不到啊想不到，聊斋惹人笑。横看竖看土瓦屋工地呀，悲喜知多少，悲喜知多少。只盼你家笑啊，只盼白家笑，你家少烦恼啊，少呀少烦恼，你家白家笑，千家万家笑，一笑少烦恼，少呀少烦恼，笑呀笑是祸呀，祸呀祸是笑啊，笑祸能把五狗烧，能把五狗烧，贪不说鬼，摸呀摸当真啊，开怀尽情笑，开怀尽情笑。只盼一家笑啊，只盼百家笑，一笑少烦恼啊，少呀少烦恼，一家百家笑，千家万家笑，一笑少烦恼，少呀少烦恼，一笑娘子。滚开。哎你还知道回来啊，娘子。这胭脂给你买回来了，嗯，你洗洗脸打扮打扮吧。啊嗯今儿个你是要卖你妹妹还是要卖你老婆？轻点儿，昨天不是对你说过了吗？山下有个姓燕的财主死了娘子，想娶个田房，又怕儿子在后娘手里受罪，所以想出个法子，要买个丫头给他们家洗衣烧饭呢。哎，这你就不懂了，像他们这种人家，洗衣烧饭干粗活的人有的是。那晚上给东家暖被窝，伺候的舒舒服服的，一到白天呢，她还是个丫头，自然是不敢得罪小少爷了啊。既然是弄过去陪人家睡觉的，你妹妹那么胖，人家能相得中啊？
哎，所以我要跟你商量啊，让他相中的是你。去，你马上下山去，装着无意撞上的。我又不认识他。不认识才好做手脚啊。相中的是你，买去的是胖妞，我们既得了银子，又少了一个吃饭的，一举两得，只是解决了大难题了。该死的。我穿什么衣服全让你拿去赌掉了。哎呀，等有了银子我就给你买一件新的，今天就委屈委屈你吧。哎呀，什么拿纸给我补衣服，我不穿。哎呀，看不出来的，有人问范七家，你转身就带他上山，谁还注意你这人破衣服。我的胆子也太小了，这么热情的风怎么会有鬼呢？啊，不会有鬼的。宝弟，都有得罪，都有得罪。今天你饶了我，我回去给你做7七49天的水陆道场，让你早日超生啊！你饶了我吧！哎呦，你饶了我吧！饶我，饶了我吧！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咒我是鬼？难道？来，好好看看我，是人。还是鬼？啊！你怎么穿纸衣服？那你一定是鬼，一定是鬼！哎呀，一定是鬼呀！哎呀，哎呦，不要追我啊你！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我们家穷，破衣服只能用纸补，你摸摸我的手就知道了。鬼没有热气，人有热气。你现在知道我是人了吧？你是人，是美人。我不怕了，我不怕了呀。那还不把手放了？哦，对对对，男女授受不亲，非礼也。要是女孩不放心，可以慢慢的摸。你真漂亮，是鬼，我也喜欢你。你真坏。我知道你姓燕，是山下的财主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还知道你是到山上范家去买丫头的。哦，你是谁？嗯，啊，跟我来。哎呀，嘿，我来相丫头，没想到先让丫头把我给相中了，也缘分，缘分呐！哎，小娘子，哎，你不要走啊！小娘子，你等等我！小娘子，哎呀，你不要跑，上高了啊！小娘子，小娘子，哎呀，哎呀，小娘子，哎呀，这什么什么什么呀？哎呀，哎，别在外边野了，快回家给燕仲爷烧壶茶去。哎，哎，你干嘛？燕相公啊，你看前天跟我谈的事儿怎么样？决定了吗？你妹妹卖给我当丫头？你看了满意吗？啊，满意，满意。
啊，哎，是200两银子吧？没错。是你妹妹吗？这话说的当然是我妹妹了。我告诉你吧，她呀，还是黄花闺女呢。一言为定啊。啊，燕相公，快请坐。啊好。啊，燕相公，请喝茶。好。燕相公，这是我妹妹的卖身契。啊？哦。今将你为卖眼中二。好，范七啊，这200两银子今天我没有带来，明日我派人给你送过来。没关系，这个我正巧要下山去，待会儿我跟你去拿好了。好，选个吉日，我被小轿来接令妹，你看如何呀？啊，这不，我今天就跟你去。他是谁呀？快进去。不，我今天就跟燕相公去，破坟我住够了，烂地瓜我也吃够了。哎，你别过来。相公，你出来啊，你别挡着我。哎呀，哎，我说他是谁呀？不嘛，你不认识他呀？我是卖给你做丫头的。哎呦，错，我看的不是这一位呀。是燕相公看中的是我。哎，对，我看中的是他呀。不要脸的，出去一会儿就勾搭上男人了。有本事你也勾搭一个呀。你哎呀，别打呀。哎呦叶小公，快走。好，你别打。快走啊。哎呀我都发火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。你给我站住。你拿刀干什么？知道吗？啊，你痛痛快快把我卖了，还能到手200两银子。要是不答应的话，怎么样？我就死在你面前。你以为钱拿走？你别打我呀。你不要进来，不要进来啊，放开我。不要进来。哎呀，小红能出来呀？快点，小红，你等等我。走，我带你走。相公，你等我呀！你不要追我，太可怕了。相公，你等等我。哎呦，你干什么呀你呀？啊，我不买了。到你家当丫头，白天伺候你，晚上陪你睡觉。天哪！哎呀，你等等我，我喜欢你。我不要你陪我。你别怕我呀。不要碰我。来，给，我不买你啊。再见。我非要卖给你呀。小白脸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来，哎呀，是我不小心呐。哎，这不是燕仲兄吗？看你脸色苍白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不谈了，差点啊，把人命案子都弄出来了。走，到我家去喝几杯，给你压压惊。啊，王兄啊，不打扰了，我还是先回家。哎，燕仲兄，今天怎么客气起来了？我们三个酒友自从梁家林兄病故以后，大家都冷落了，今天一定要到我家喝几杯。你是个多情的种子，会不会又去爬墙头啊？哎呀，王兄啊，你又取笑我呀。来，干。啊，干。怎么会弄错呢？
没想到啊，她竟然是范七的媳妇儿。嘿，很漂亮吗？啊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在我见过的所有女人当中，那是数一数二的。范七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可他艳福不浅，他的女人是方圆出名的大美人，范家庄一枝花呀。哼，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里。哼，你们俩喝得真快活，为什么不请我？你是谁？我是梁嘉林。啊，怎么这么快就把我忘了？哪能呢，我们三个人结为金兰，早成把兄弟了。走，到你们家喝酒。走。嗯，你喝醉了。没有，我送你回家。哎呀，去你的小气鬼。小气鬼，小气鬼。你把愚兄看扁了。愚兄虽然是鬼，但我不小气啊。那好，到你们家走，喝酒。哎，站住！有我们鬼头鬼脑在此，生人不能进去。二位兄弟。说起来，鬼头鬼脑其实都是你鬼脑拿主意呀。你少拍马屁啊。鬼脑爷生前我们三人结为把兄弟，今天老三请他喝酒，他还骂我是小气鬼，难道我们做鬼的那么小气吗？当然不是了。所以啊，我一定要请他喝酒。哎呦，好。鬼脑，你别独吞了，见面飞伴儿，拿来，见面飞伴儿，拿来呀！别了，这是我的。进去吧，银师之前送他走，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负责。啊，怎么样了？我怎么坐这边？我应该坐那边啊！我坐那边去。阴间是反的。来，你休息一下，我去拿酒。哎呀，你搞什么鬼？这不是有酒吗？燕中兄，这酒不能喝。鬼！有鬼！鬼！不是我搞鬼，我就是鬼。鬼！哎呀，鬼呀！哎呦妈呀！鬼！哎呦！人死了就变成鬼，那我哥哥也一定在这个世上。对了，我去问问梁兄，问我哥哥住在哪儿。哎，这个小男孩怎么那么像我哥哥？哎，孩子，你姓什么？我姓燕。哦，你爸爸叫什么名字？我爸爸叫燕明。哦，他是我哥哥呀。你认识他吗？啊，认识吗？对了，我跟着他们。哎，孩子，你爸爸在家吗？我去看看。
叔叔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哦，嫂子，是一位朋友带我来玩的。此地不是你来的地方，还不快回去？哦，我知道，这是阴曹地府。可是，我想哥哥呀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见到他。叔叔，你请坐。啊，好。阿晓。哎。你爸爸讨债去了，快去喊一声。啊。哎，嫂嫂，刚才进去的那位女人是谁呀？叔叔，是你哥哥讨的二房，姓甘，生了两个男孩，大的叫阿大，刚才那个是老二，叫阿晓。哦，这么说，叔叔嫂子后继有人了。大娘，你家欠我们钱不还，还打爸爸。哦，在哪儿？带我去。你们仗势欺人，住手！种地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啊？哎，哥哥，自从你过世之后，小弟悲痛欲绝，总以为阴阳路隔不能相见，今日偶得重逢，我实在是太高兴了。这也是我们兄弟情深如海，才有今日重逢的缘分呐。是啊，秦哥哥。他们怎么那么的猖狂啊？他们有后台，老三的媳妇二娘舅在阎罗殿当差啊。哦，这么说，阴间比阳间还厉害？不，阳间比阴间更厉害。真看不透。啊，吃菜啊，吃菜。啊，好。来，吃菜。嗯，我，哥哥，那里面的。是你女儿？不，我哪有那么大的女儿啊，是她的妹妹，叫做香群，从小无依无靠，寄养在我们家里的。哦，那她有没有婆家啊？还没有。哦，哎呀，近来有人做媒，男方是东村田家大人。我不嫁，我就是不嫁。早了，睡觉吧。啊，有缘我们还会来相会的。哦，哥哥你也早点歇歇。哎，坐下吧。啊，哥哥你，天气冷，你喝点酒暖暖身子啊。好。哎，阿晓，是谁让你送来的？是香姨。啊，香姨。哎，香姨还说我什么啊？你回去吧。啊，哎呀，
湘君不光长得漂亮，而且还善解人意。叔叔啊，这个放这儿了。哦，这个也是湘姨让你送来的。嗯。哦，哎，阿晓啊，你睡在哪里啊？我和湘姨睡。哇，我真羡慕你呀、啊！哎，湘姨对你好吗？好，我的衣服鞋子都是她做的。哦，哎，阿晓，你能不能帮叔叔办一件事？哦，不过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，不能对任何人讲啊。保证保密，连湘姨也不说。哎，湘姨可以说。对了，你帮叔叔把这块玉佩交给湘姨，就说叔叔送给她的啊，拿着啊，你也早点睡吧。叔叔，你早点睡吧。啊。你这一揉，我就不疼了。来，过来。啊！哎呦！这只骚公鸡，半夜三更的也不安分。哎呦！那。湘群，我想死你了。相公自重，快把衣服换上，着凉了会生病的。哦，好。给我！哎呀，燕安，你千万不要把它摔碎了呀！啊，爹，这是什么时候买的？啊，这个价值连城啊！什么是价值连城？这个这么跟你说吧，就是把全城都给我，我也不愿意换这个镯子。真的？那给我吧。哎，孩子，快给我！给我嘛！哎、孩子，啊，这可是。你爹的命根子呀！
哎，啊，燕相公，哦，范七呀，我正找你呢。你找我干什么？你不是要买我妻子做丫头吗？啊，我现在明白了，那是误会，我怎么可以夺人之妻呢？燕相公，我愿意，我现在就卖。你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买的。你不相信，我真的在阴间遇见了梁家林兄，还有我的哥哥嫂嫂呢。你一定是做了一个梦。哎呀，肯定不是梦。梁家林兄陪我进了鬼门关，把关的是鬼头鬼脑，怎么也不放我进去。后来梁家林兄给了鬼脑许多银子，他才答应。哎，你要是同意呀，今天晚上我们就一同去，送你的银子我都准备好了呀。你越说越离奇了。哎呀，好好好好好，你要是不敢去，那我自己去。哎，别走别走，坐下坐下，哥俩喝两杯再走。刘大爷，刘大爷，干什么？刘大爷，你小子，钱拿来了？我今天来就是请您去拿银子的。不骗你。真的会来吗？哎，肯定会来。来了。啊？记住了啊！你是鬼头，我是鬼脑。鬼门关。算你撞对了，这就是鬼门关。不对呀，我去过鬼门关，不是这个样子的呀。你的记性不错，鬼门关正在大笑呢。我们正在临时办公，路条由我们两个发放，他是鬼头，我是鬼脑。路条由我们两个鬼发放，我们是鬼，不是人，不是人是鬼，明白了吗？原来如此。那烦请鬼头鬼脑，给我签发一张路条好吗？你到阴间做什么？我去探望我哥哥。你随身带了什么呀？五十两银子。墨水没了，今天不办公。鬼头大爷，帮帮忙，放我进去吧。我说，你这个人是木头脑子，一点不开窍。那现在办事儿哪还不得意思意思？哎呀，我早有准备，一着急就给忘了。这是给你们的五十两银子啊，拿。鬼头，行行好。积点阴德，放他过去吧。放我过去吧。好吧。哎呀，
多谢二位，多谢二位。谢就不用谢了。哎，把他的衣服给脱下来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脱衣服，衣服脱下来，脱下来。不不不，脱下来。哎，衣服不能给你们呀。哎，衣服不会让你们脱呀。赤膊的，要脱呀，脱呀。条啊，你们看，路条，哎，我看看，你上了人的当了啊？这是假的，骗你这个人还可以，还想骗我们鬼啊？这不可能啊！他们说鬼门关在大修，临时搬到前门路边去办公的。好好的鬼门关，用不着修长。这，大爷，是不是有两个鬼门关呢？哼，你在怀疑我们骗你？不不不，为了进鬼门关，我带的50两银子全让前面那两个人给骗走了。你看，连我的衣服都给扒光了。我，哎，这世道，怎么人比鬼还坏呢呀？看来这个人没油水了。告诉你，这儿生人不准进去。走吧，走吧。哥哥，我们上次约定一个月以后再来看你，我只怕错过这次机会，再也不能见面了。哎呀！哎，你哭什么呀？天亮他这一哭，我想起了我的哥哥呀。那把他赶走。不不不，鬼头啊，天下的兄弟感情好的很多，可是专门从阳间跑到阴间来探望哥哥的还没听说过呢。我就是佩服这种男子汉。可他一点孝敬都没有，我们喝西北风啊。鬼头，这样好不好？后边有人在警官，我的那份子给你，先放过他。我受人家的骗，我见不到你了。过来。你真是去看你哥哥？是啊。不是为了别的？不不不，我是看我哥哥呀。说假话要遭报应的，警官吧。去吧。好，多谢多谢。给你多谢。这是纸衣服啊。哎呀，别不知好歹，阴间都穿纸衣服。好，进去吧。多谢多谢。去吧。敬你。嫂嫂，来，我也敬你们俩一杯。哎，好好。香裙，不用烧了，叔叔也不是外人，你也坐下来吃吧。香姨，这儿有凳子。香裙姑娘，你辛苦了，我敬你一杯。香裙姑娘，你请。谢相公。香裙，喝呀，我不会喝酒。现在我还是官夫一人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娶一个贤惠的妻子，我也好啊。
哥哥，我现在还是孑然一身，烦请哥哥为我多多留心呐、啊。我们家也是殷实之家，小弟是一表人才，找个门当户对的并不困难。地下虽有贤惠漂亮的女子，但是对弟弟恐怕不合适啊。哎，哎呀，这有什么嘛？古时候就有人娶鬼为妻的呀。嗯，乡群不错，可以用粗一点的针刺他的人迎穴，如果出血，便可做生人妻呀、啊。哎呀，太好了！这是个两全其美的法子，我去劝劝乡群试一试。哟，乡群比叔叔还心急。你这个不要脸的贱货，小小年纪就想嫁人，你想跟二叔去，我偏不答应。不要打呀，嫂嫂，不要打呀，不要打呀！哎呀，嫂嫂，不要打！乡群呐，你赶快跑啊，乡群！哎呀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！别跑啊你！嫂嫂，嫂子不要打，你不要！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我不要打！哎呀，不要打，嫂嫂，不能打呀，嫂嫂，不要打！哎呦，姐姐的心也太狠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不是这边，是这边。哦，向群姑娘，你别伤心，我一点都不疼。啊，向群，你这个小偷，我还没回来。哎呀，相公快走吧，不要再到这儿来了。哎，向群姑娘，我们还能再见面吗？如果我和相公有缘的话，一定会有团圆之日的。哎，向群，向群姑娘，我，哎。啊！你们怎么这副鬼模样？啊，我们干活去了。哼！也有你的一份儿啊！啊！哎呀！哎！啊！你10两。哎！啊！你2两。谢谢刘大爷。哎，媳妇儿，快给弄点吃的去啊！哎，哎，哎，今天晚上运气好，不许搏一搏。啊，哎，娘子，我们不吃了，你早点睡吧啊。啊，您不吃了。我的银子，我的银子！相公，还我银子！哎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别走啊，还我银子！哎呀，相公，还我银子！救我！你不要骗我了，等我以后赢了钱，还你10两银子。